合作金库，江苏省、新北市、广东省、台湾电力、天津市。2012海峡两岸棒球对抗赛就在超市。幸福眼中的女活佛却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杀人罪行。这位所谓的佛祖转世的这个书信的女法师，在两年之内已经杀死了三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是她爸。为什么？今天晚上11点，超市大小姐进化论。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之后会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或想聊的，没有人找他，可以找我这个朋友。哇，你好好害羞，真的不对耶！那下次找你，你太好了。我们都有一个位置，好不好？我是觉得，因为这样变成他跟别人如果在一起的时候，你变成他的朋友，就是你就变他前女友了，你知道吗？就是像你遇到的情况一样。而且如果你继续下去的话，你不是将来，你就算你结婚了，他刚刚说要娶你，他说要娶你，但没有说他以后不劈腿啊。他娶了你，他将来是不劈腿啊？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联络了，因为我到后期，他的朋友都有陆陆续续跟我讲，就是都跟我道歉。就是说他们那时候不应该把对帮他说这件事情，因为他出去玩都是他朋友在的时候，那朋友都有讲说叫他对我好一点，他就说哎呦我出去玩但是我还是爱他，但他还是这样出去玩，那他都是什么两样，都是受伤。你这不孝子，你这样，你先，我先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我先知道你的底线。瞧一下这个脖子，很大力，像真的，你知道吗？没有蚊子啦，不痛。不过我觉得要跟微微说啊，刚刚我们那个排行榜里面不是有个分手快乐吗？那歌词是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对，相信。21岁，还有很多事情要经历。好，那接下来你有一个哭了，因为每个人都还要唱别的歌。对，所以这个安心雨，听说你也觉得《叶子》这首歌也是很。叶子，哇塞，我也觉得好。叶子也是很傻，这个真的，这个在私人的行程的时候也是非常厉害。什么私人？比如说 KTV 啦，不是演唱，有时候原住民表达方式。就是你知道在那个 KTV， 你知道唱这首歌啊，哇，你真的是原本是半迷蒙状态了，然后一唱到这首，你会直接那个麦克风也砸了，直接哭了。为什么我是一个人这样子，就很难过。对，好像你不在，对你来说也是。哇，你真的很拖。哇，哎，这都是一个循环。你听，你听这些歌都是想的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而且我甚至那时候还觉得那个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是很难过的歌。可是骑摩托车，安静也很难过，好不好？他们骑摩托车很难啊。你知道不会，一定很难过。你只要这样，我一路向，因为我的家是在阿里山嘛，然后就是在中部。一路往南，所以我就想说要一路往北这样子，一路上山，对，一路上山，真的那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很心碎。你们没有失恋过吗？有有有，不好意思，真的，就是那个王力宏的那个，你不在了，对，里面哪几句歌词？我觉得那个。最撕裂我的心就是你不在，当我最需要爱，你都不在。哦，我跟你讲，我就是属于那种会笑笑的哭的那一种，像你笑笑的流泪最可爱。你有这首歌，杨采妮啦，所以不要啦，我今天还是想要。开心照顾我们，然后这首歌是因为我最近在内地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我选择了这首歌，然后到我在练习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歌词，
我就发现这个歌就好像是我妈妈这好多年来在好像是在告诉我爸爸的，对，这首歌就是柯以敏的《爱我》。好，听听看。你的手指，你的梦，你的喉结，你的口，我总忍不住徘徊逗留，怕一生爱都挪不走。你的笑容，你的愁，你的心情，你的梦，我总忍不住窥探追究。在生命的旅途中，我想随你甘甜与苦。爱我，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在人世中，少你左右，我想我连生。羡慕就是会唱歌的人，你知道，就是会唱歌，他走到前面就 bra 就开始唱了。他没有 bra， 他有酝酿。前面老师其实有弹了一点前奏，一点点而已，他就走两步就唱了。你不要讲完，他在那边就吐了。我俩就是打动人心，对，打动人心。对，我觉得大家一定心里面都有一份感情。然后在这些歌曲，这些歌曲为什么会红，会传唱至今，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它总会碰触到你最柔软的那个部分，而当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眼泪就会像洪水一样哗这样流下来。哇，好了，张清杰，清杰，好了，我最近要唱的是那个，应该是，就是可能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他们以前啊最相爱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约定。不要说我们什么什么谁们，就是你，就你。本人的故事啊，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对，我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感情，快十年。哇，这个真的太长了。对，嗯，然后就可能都太好了，可是可能在一起太久，然后也没有办法给人家就是承诺什么，对，也不是不想，对，然后可能是对方可能年纪也到了，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给予人家这样子，然后就会还蛮痛恨自己，就是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可是像之前刚在一起的承诺啦，都会想到，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是和平的分手了吗？失恋情歌太心碎，曾宝仪哭到无法主持。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